要不要坐着休息一下？等等，我拿衣服帮你垫一垫。啊，有吗？哦，可能因为最近一直在仓库搬东西吧。啊，真的呀？这。不太好吧，感觉会有点麻烦。哎，我看啊，你不知手部护理专业，治我更专业吧。啊，等一等，它好冰啊。还真的热起来了。嗯，就是你摸过的地方有点痒。嗯，还没结束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。舒服，就是有点滑滑的。与其说是抵触，倒不如说你一直这样摸，会让我乱想。
我在想，这个护手霜是你身上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而且，我突然觉得，让它变得再强烈一些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先休息吧，剩下这些我一个人能搞定的。哦，不用不用，这么点东西，我十分钟就理好了，相信我。好啊，麻烦你了。听说了吗？有人在仓库里晕倒了。啊，是啊，好像是有志愿者忙到中午没吃饭，饿得低血糖了。希望人没事。说是搬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，不过现在医生已经过去了，应该没事吧。怎么了？突然跑这么急？哦，我刚才看到有志愿者晕倒，就想送他去医务室。刚好其他志愿者找了医生过来，我就回来了。
也不是完全没事。唉，我做了一上午的体力劳动，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，现在可是一点体力都没有了。可我好像饿得拿不起筷子了，要不然你喂我。哎呀，我都说了我早就饿得肚子都叫了，你偏不信。真的。哎，干嘛呀？我还没吃呢，你就想收走？不要，我快饿得没力气了。当然要吃。说好的，喂我。好吃。没怎么样。哦，我只是在训练左手而已，据说这样可以更好地锻炼右脑。哦哦，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啊？我的华生可真是越来越像侦探了。放心吧，只是搬东西的时候扯到了旧伤，休息几天就好了，没事的。我就这么没有信誉吗？是吧，是吧？我就说没事的。要是实在担心，不如干脆心率、血压什么的都帮我检查一遍。什么惩罚？不许用手。好好好，听你的。那不就只能睡觉了？你的意思是，今晚会留下来陪我吗？那我的长官要监督我到什么时候呢？哎，上次回来的时候，我把楼上的房间弄乱了。你等等，我先去整理一下。
你好了，可以上来了。在这边。这是我之前用完的草稿纸，忘记扔掉了。给，它才是重点。不过他们和市面上的款式也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把他们改造了。改造之后只要打开这个选项。是啊，你之前不是说要监督我吗？那我现在主动上缴工具，这样就算你看不见我的时候，也可以监督我了。当然，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没问题。带好了。嘿嘿，这可是特别设置的。我正常的心率是79，而现在它已经上升到了87。所以，增加的这八次心跳，是因为你而跳的。是消防演习活动结束后的灯光秀，我之前观察过，这里可是最佳观赏区。
可惜预演好的台词提前半分钟就说完了，没掐准时间。没想到就因为差了这半分钟，反而被演出打断了。是啊，就是想准备些小惊喜，让你开心一下。